欢迎来到全员加速中对战记第11期。3、2、1。哇哦，一点都不起，感觉越录越珍惜了。嗯，因为快结束了。对，第一期、第二期来还觉得挺累，然后对抗啊，很多未知啊，很多自己的一些还在找状态啊。但是呢，到现在就觉得哇，就只剩2期了吗？感觉心里有一些不舍。是不是对你拿到整季的加速王那个距离越来越远了？你的问题就是太在乎个人的荣誉了。对战季，对战季，这什么加速王，太在乎个人荣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说到对战季，我们现在的结果是你们领先，你领先1分，好像我们领先1分是吧？对对对，非常的焦灼啊，有来有往的。既然只剩2期了，我们落后1分。哎，听说你们队的话，胜利的关键是有些人在或不在是吧？哦，他是凯凯吧？哦，这不在哈，哦，凯凯没在，不在是会赢，这一期会赢，不在不一定赢，在必输，真是可怜的，总结得好，总结得好，我们队也有稳定因素，嗯，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的愿望，因为就只剩2期了嘛，我们队最稳定的因素就是虎子，啊。长期稳定在中指间，我希望他可以在这季结束之前，对，活到任务3，行不行？你就跟我说。这样，这个我活到任务3，我这活在加更里的男人，加更怎么办？第一个进中指间，这样任务保2争3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一期的飞行嘉宾 ，Amber 黄明。他们叫菜菜了没有？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紫马甲已经穿上了。哎，不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是把某些飞行当常驻，你是把人家的常驻当飞行，你真的。我们还有最重量级的张大大。Hello, long time no see, 大金好久没见，欢迎。来了，怎么把两个最有运动能力的人放在中心？啊，真的是太优秀了。上一期胜利的先选人，我们这一期把选择权交给嘉宾。哎，啊，这样子的，对你们的选择负责，好不好？嗯。大大老师刚刚露出了为难的表情。完全不为难，因为我平时就是大家看得出来是一个运动达人。是，常年在。好啊！大大老师，等一下，我至少穿了冲锋衣，有些人穿毛衣就来跑步了。我一看到黄林穿毛衣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下至少我不会是，就是运动表现最差的了。哦，就你看，开场他们这个针锋相对，他们还没选队，说明他俩不是一队。哎，你看，我们两个去不同的队吧。好的呀。嗯，那你们三个定吧。大靖扎在我们这儿了，我根儿就在这边了，根儿在这边长上了。大靖来过咱们队吗？没有。要让 Amber 先选不来，他最小。我觉得我。已经到这里了，所以我就跟弟弟们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欢迎，耶！大靖根本不用选，对，所以只有我和黄磊要选。对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去各个队，对吧？听说各个跑起来都是各跑各的，没有团队精神的。黄磊是为了制造综艺效果，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啊。我是想把这个更帅气，更这个富有弹性的这个，去吧。好，就给到你，好不好？好的呀。好，哎，好。加油哦！加油，没事儿。太棒了，耶！可以。OK， 那分好队了，但是呢，上期毕竟是我们胜利了，所以呢，还是有一个宝箱奖励给我们成队的。OK， 紫队也有一个宝箱，是网友投票给你们的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一会儿上车之后再打开，看看是什么宝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。